信了。偌大的天下，难道就容不得我有一个心爱的人吗？既然能得到天下，为什么就不能得到美人心呢？你就是我的最爱，你懂得规矩就好。我告诉你，你永远也别想得到她。对，你嫁给别人吧，我的确无法娶你。新郎，美人要是进不了宫，你就别想活着。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信郎，我要嫁给你。如果你愿意进宫给刘邦当妃子的话，我绝不拦你。阿花，你都对他说了些什么？如果我结婚，花样红死定了。你想韩信了？你们不是要追妹吗？来吧，把我的脑袋拿去吧。那你要我做什么？心追姑娘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丽妃她已离寡人而去？给我一个孩子。嫁爹，嫁爹。信郎，多保重。心追拜见皇后娘娘。